豆茶碗是其中一种重要产品，其他还有其他产品类型的当销售。这是位于福建北部建阳市的水吉镇的建阳，他们那个宋徽宗啊、蔡襄说那个建阳建阳就是这里产的。啊，这里一烧烧几百年的黑釉碗，他也只做黑釉，他别的都不做，那一个山上都是碗。这是他发掘起来的窑炉，一次烧就几万只。这个你看，这是土，这没有土，这全部都是烧坏的碗。堆起来，跟山一样。在上课不容易。那当时那个动员以来，这个流行，整个社会上居然一个地区的生产是扩及全国的。你要看哦，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看，大概有一种特定的就是豆茶的，啊，豆茶碗。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中间是什么样？那这种碗还有其他类型？有像这种斗笠碗。啊，直口或别口，或者是裂口的钵也都有了。所以豆茶碗是其中一种重要产品，其他还有其他产品类型的当销售。啊，它的喝法、饮法是一样的。哦，我们讲的就是专门豆茶用。啊，大家都说土豪吗？这个条打者为上，就是放大以后，这个50倍到80倍的放大镜里面看。你看那一丝一丝的，就是，当时要的就是这个，曹大者为上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丝啊，就切到这边就没有用，就塌了。啊，它这些啊，其实跟釉药的烧成是有关系的。啊，电窑它的烧成啊，是有特定的釉药的一种结晶现象和分相现象到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啊，我们就看它的这个。表面的细节，所以有没有？它是黑釉的，这些土豪的细丝，这是烧的时候浮上来的。你有烧坏没浮上来的，那就直接窑厂就丢掉了，不卖了。那烧的好的就是这种，它一定要浮出这些土豪状的细丝，这是最好的。啊，看，等一下，这个它从这边到这，其实是个黑碗啊。建窑厉害就厉害在它可以从黑碗里面烧出这些细丝状的这些纹饰纹路啊，它是釉药的一种这个持纹以后的一种釉药的这个结晶现象或者分相现象到的。好，我们放大一点看这个，中间里面是黑的，啊，这种就厉害了，这是直接结晶成为一个圆珠。哦，所以你远看里面是一颗一颗的结晶斑，它是黑碗没错，可是当时最高级的就是这几种，哦，有一种富豪斑，浙湖斑，这个最好，哦，这个最好，我把这个放大了。然后这种啊，当然就纹面非常厚，碗厚的，这个拍子超级厚，那你要它要能够保温，啊。它的这个胎里的含铁量非常高的，因为胎断面打开来看是深灰色。你在市场上，你或者是在一些文物鉴定里面，有一些他们就尝试去做这种造假的营造这种。啊，当时也有，宋代也有造假，因为就跟今天的市场上一样，当有一家忽然赚得要死的时候，大家就去模仿他，这个做的不好，当时就有。当时在江西
广东、福建其他地区也都有模仿电影证。好，你看后面就有了。这两种款就是宋徽宗跟宋钦宗专用啊，共御款，这个是徽宗专用，晋展款也是钦宗专用啊，后来他们两个就一起被抓走了，对，啊这个为什么这打在后面这个字啊，然后放在这个下锅，放一个陶制的盒子到窑里面去烧，因为怕它这个不稳啊，将来变成泥底。泥饼子就垫在那个碗的底下，然后按在那个下锅里，这样烧。烧完以后把那泥饼子一打掉。那我们今天看到建窑的这个文物里面啊，这个出土的标本里面，有一些这个泥饼子上都还有这个款，这个款确实有一些这样，就是供的公主。好，我们要看真正的传世，真正我们今天说。从宋代传下来最好的建窑，今天大部分都不在这个中国手上啊，大部分都到日本去啊。那么在日本是当时流行的趋势，也受日本就把这种东西就送到日本去啊，他们也很喜欢啊。今天传世日本传世品里面，他们叫做这个曜变天目，这个天目啊。就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黑釉啊，就叫田木骨啊，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日本人完全不懂啊，他们是他们的留学的这个僧侣来，在哪里？在浙江的天目山休息，在天目山看到这个碗，高兴死了，带回去以后哪里来的田木骨？就是天目，他都不知道不是那里啊，那不管，反正他就带回去了，哦，这带回去就都是非常高档的。今天传世品没有几件，他们有五百，这个都是日本国宝级的建窑啊。在中国的文献里面没有讲过釉级这个概念，我们讲的叫浙湖班啊。中国文献里面有讲浙湖班啊，没有讲过釉级，釉级是日本人发明的名字。那好像那个釉级到水面上彩色的，哎，对，就是那个颜色，很漂亮。这大家都见建窑了，这个更厉害，叫釉级。六一代，还是都没有几件，几乎几件超级国宝啊，中国本地也没有啊。这个在当时应该算是最高档的啊，建窑的宋茶碗啊，或者是茶盏。这种就是这一件，这种他们叫曜变天目啊，曜变啊天目，那个他那个结晶的那个斑啊。旁边还有紫色的光，这种东西就在当时可能也都没几件啊。那考古有没有挖到这种？后来我们才搞清楚，这有些是当时这个专门做的，这个是窑址看出来的窑啊，对，一这个就这应该就是日本说的油漆带货，我们中国的斗茶系统里面讲的。鹧鸪斑，哦，就是鹧鸪鸟那个身上的斑，哦，就这样圈。还有一种哦，就是这是窑址出来的，窑址还有说烧到一半烧坏了，就知道作假，有没有？他先拿另外一种比较淡的釉，然后把它给涂上去，有没有？哦，这样很丑，有没有？烧的时候它就往下掉，这是两种釉。以前不知道啊，以前没有考古资料出来，我不知道。啊，没想到那个时候就也会做这，烧不出大的油滴，就自己做出那个圈圈出来就好了，这样也可以了。啊，那下面那个更恐怖，你看，太虚伪了，你这。好了，按照这就好。这个目前也没有传世，就这一件雕的，就这件破，这件破，后面还是共玉啊，宋徽宗定做的。啊，超级大油滴，他就要这个，结果弄不出来，就要画给他，就拿那个白釉给他画，画了以后再放。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这一届有问题，这你自己画的吧？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这个不好说，这要怎么放大？
好，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标本。光是讲幻灯片子，接下来看啊，看这标本啊。不过这个系统不是很好，你看，这个我们看它这个，这个黑的，我们的光线不够。它这个，它的深度啊。这个都是福建水里面非常了解啊这个标本啊不管这些啊这个其实这还是关掉吧这边是看得见不关刚才你看一下讲一下一讲水珠吗它那个釉啊这水彩是这样那就直接就出了这个釉非常厚这釉薄了它出不了那个土豪啊出来啊釉要厚那釉厚就会往下流那要流流的那个土豪就才会跑出来哦所以啊它通常啊现在还会再接一张土豪那个就是它这一条线就是防止那个釉滴下来，越流到越流到，所以它这个不好来，它上上下。最上面这边呢，这边就没有用，就它有颜色，所以釉滴在流到，流到后面这边最后，刚好就是一个手指的形状。所以你跑的时候啊，就跑这样，跑这样。刚好，哦，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图好图啊，这个外貌图，好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喝茶，它这个泡泡消掉以后，可以看到那个里面这个粒，这个线状的这个，啊，还有这个，啊，这边啊，这个还有罐子。像这个，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图片啊，因为这个是电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固定那个碗盘下锅中间的那个固定的一个图片，这个人就打开了。打开来，你把它敲掉以后，通常都是要敲掉，敲掉来重新去买。可是，在窑子里面这样敲来敲不掉，完了就上去了。好，为了让它产生透明，对吧？它是原料的透明，对吧？我就是这样烧水的时候固定，然后烧水的时候就关闭。像这种的习惯，这种在日本还是独立的。但是在重要的时候，就是绿的，这是窑子发明的。当时一定有不同的斗法碗盆啊，哦，还有好几种，好几种。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它这个基本
状况不是很好，要发的，像这种就是一看就知道。他就没有留下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不符合我这样的高大的这种上的啊，所以正在当时的烧成，就是我们看到很大量的那种烧失败的陶碗，可能他烧完就不符合这个或者烧板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但是这个做的方式还是一样，好看，跟除了这个贴法。它的组装纸啊，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因为它是这样放在那个盘锅里，盘锅里。好，那这一圈呢、啊，这个圈子这个只有内圈金啊，你看这个讲义里面这个现货金里面，绝对是内圈金，外圈是不接地。为什么？因为这个旧生货通常都会留下来，啊，通常都弄不好就往下流，流就流到。然后它就会粘到那个假锅，粘到窑壁上，直接都拿去丢掉。所以它这个，它拔拔不下来啊，是外圈绝对不接地，外圈绝对不接地，所以它这个外面很差。这都是啊、这些不只是我们的电视当时的这个特定陶所用的关键的讯息啊，其实也是鉴别这种古代的这种文物的重要的工艺特征。这个就是说，在一般的文件里查不到，一定要结合考古资料才能挖掘。好，我们这个就讲到这，因为我们总共刚才讲过，还在接下来就是。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我们讲两个都是这两个案例，其实都反映了我们跟不同历史文化其实很多也进入一种完成式的思维啊，思维。你光靠历史学啊，光靠考古学都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有艺术文物的专业的历史要背啊。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往下拉，拉到大概16、17世纪左右啊。16、17世纪啊，这个进入了这个当西方人这个慢慢进到发现新大陆和发现新大陆就是东方以后哦，他为什么要进来东方？叫东方的货物哦，像这样中国的瓷器和陶瓷，这都是外销的大国哦。那我刚才说这个黑釉碗是外销的货物哦，说喝茶前在这么中国时期大概当然并不是这个。啊，有不养，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个碗是卖出去的，卖出去也没人用，它顶多只能当个黑碗用，啊，那没有办法购买，或者我也不会。可是到了16、17世纪以后，啊，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进入了另外一个交流，啊，这个中国的土地，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到了世界各地，啊，这个地方它就有了。好，我们看到西方人在15世纪的晚到16世纪大规模的进入东方，他们发现了几条进入东方的航路，进来东方以后立刻就跟中国人做生意，啊，去买中国的出海的能力，他们发明了新的航海设备和器材，啊，寻找新的航路。我们今天看到在我们东亚地区大概有3亿人口，对吧？啊，他们用了新的航路。这些版本有一个很大的，这有一个状态。
通常都是啊，葡萄牙人的啊，他这个船呢，葡萄牙人叫拿奥，哦，或叫布拉，啊，叫布拉克船或者拿奥，哦，叫改良型的叫卡利用，哦，这些名称啊，都是他们进入东方的重要的服装市场，哦，看这边是包船，后面是三角船，这就是三角船，只有像这样的船才能够在大洋上。他们这个这来就来的快，有总共有三种人，三个群体，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有系统的进入亚洲的贸易，第一种是葡萄牙人，第二种是西班牙人，第三种是荷兰人，这些人都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说那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一直到十八世纪，那十六、十七世纪，首先这个进入东方水域，在东方地区文化交流、贸易和交流的啊，其实是啊这几种啊，这个是葡萄牙啊，这个我看到，它的时间点啊，它的时间点在15世纪晚啊，你看从发现好望角到造反广州，经历花多久时间？从1488年到1517年，10年就可以了啊，我们看。这样，这是葡萄牙的里斯本啊，过好望角，他们找到了这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啊，进去你看，到了非洲东岸一带，然后进到这个古巴，就是印度西侧，然后过马六甲海峡，就进到了亚洲水域。一进亚洲水域，马上就往北走，就去他们站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澳门，就是马绍，所以澳门很重要。澳门不是只有赌博来跑马，澳门是应该算是近世早期阶段东西方交流最重要的一个点啊，最重要的一个点。澳门的角色不但扮演了传教士进入东方、进入中国，传教士进入亚洲教区啊，还有欧洲人。那中国是不愿意跟西方人有太多瓜葛，在中国这个明清王朝的眼里面。你们就来朝贡就好了，我也没有要你们什么东西啊。你们来太多，我比较亏，因为我还要这个厚往薄来，我你给我100块，我要给你500块，因为我是天朝大国。后来大家就觉得受不了，就每次都是一换五，那我哪受得了？我换，他不喜欢你来啊，你来干嘛？你来就惹事的。那葡萄牙人就是硬着头皮啊，就在澳门待下来啊，所以这个。葡萄牙一直待到1997年，这几百年来，澳门就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西方人进入中国亚洲视野的象征啊。所以大家去那个澳门玩，你要去那个大三巴，有没有？那个大三巴有没有？就是一个牌楼而已，它那是一个大教堂，是由后面烧掉了。前面那个牌坊，我们可以想象，在明代晚期的时候，这个牌楼设立在。这个中国的南方，它就是亚洲教区最大的象征。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代表的是西方基督教势力，基督教传播很重要的一个点啊。进来了以后，它就这条线就连通了西方和中国亚洲的贸易啊。你看，从里斯本啊到非洲、印度、马六甲、澳门，一直到日本啊，他们这个地区啊。贸易量非常大啊，对东方最主要贸易大概就是地中海贸易啊，这是他们的船，这个你看看还有他们的旗，这是当时的油画，你们看到像这种挂船或者叫拿澳货船啊，在亚洲水域航行啊。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人，他们是从另外一边来的，从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1571年占领吕宋。开始对华贸易，他们也没有花多久的时间，大概就是四分之三的势力就他们就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他们是这样走，怎么样？从那边出发，你看那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一发现他以为他到了亚洲，你知道？所以有这边有西印度群岛，他以为他到了印度，不晓得，他也不承认，可是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发展，他们从世界另外一边。这个想要到亚洲，
结果他发现另外一个新大陆，再从这个大陆呢过了这个墨西哥这边的一小段陆路啊，从这个维拉克鲁斯上岸，阿卡波科再下海，然后到菲律宾，从这边跑出来的。从这15世纪16世纪晚期开始，其实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是我们今天全球化的概念跟17世纪全球化大概会差很多。时间点我们一个 email 打到美国去也不过就一两秒。它一个讯息传过去可能要一年一个季风级两个季风级来到的。但是毕竟已经全球化。所以近世早期阶段的全球化其实是已经发展已经发生了。这条航线呢、就是另外一条通往亚洲的航线，它这样跑一些。他到了亚洲以后他就待在哪里？菲律宾呢，在菲律宾等中国人来，中国人就高高兴兴的从今天漳州的越南货船开了以后就往马尼拉送，送到马尼拉去，送到马尼拉。所以菲律宾就是他的名字怎么来的，就是纪念西班牙在菲律宾国王，我也是，所以那边你说吕宋那边讲西班牙语的还是有，只是后来美国人抢去了，所以他就讲英语。再来一种人就晚一点了，但是他们很凶，有荷兰人，荷兰人，我们看到荷兰人一点也不和蔼可亲，他们是超级商人，他所有的事情都要赚钱，他不是国家来，他是公司当国家来。所以他的旗子虽然是亲王旗，可是上面的符号却是他们国家的出资的一种公司，合营的公司叫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他们进到亚洲水域的方式啊，就是直接是做生意，这个生意是以公司的形态经营。我们台湾也在这一个贸易网络，他的生意是他比较晚，晚了大概75年。但是他一进来以后就很凶，一边做生意一边打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那我们经常看到会海战，为什么会打起来？这是公司的仇人啊，那些旧教徒、那些天主教徒就是公司的仇人，所以他们天天打。你看他在亚洲东南半岛、太平洋、东南亚岛群，还有东北亚航线做生意，他的这个航运实力是非常大。你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基本上没有办法战胜，荷兰东印度公司是非常在亚洲地区非常有效的定制多边贸易，他的东西后来他也发现，他真正赚钱不是把中国或东方的货物送回家赚钱而已，他发现赚最多钱的是把这边这几个圈圈的物资交换贸易，这样赚的最多，所以他是一个长程航行的。或者是多区航行贸易的高手，所以他可以做这些事。那我们说，这跟我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卖陶瓷的就是这种人，他知道谁要什么东西，所以他卖得多。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国家，在16、17世纪以后，大规模的把中国瓷器送出去，中国瓷器送出去。以我们台湾来讲，台湾现在是我们是。因为东西都卖出去了，他在台湾居然是我们看他这个贸易图，离中国最近的居然是台湾，他搞的最好的一个贸易点就是台南的雷兰迪亚，那个菲律宾西班牙人就快快乐乐在马尼拉的，澳门人呢就快快乐乐葡萄牙人就快快乐乐待在澳门，一个月开两次口岸做生意，那荷兰人最拼，他。都没有拿到一个好地方，他待在澎湖又被赶走了，就来台湾。在台湾的时候，他确实他也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闽南的商人不断的从今天的我们说的福州和漳州厦门这一带到台南来把货送过来，所以自然的我说安平是最重要的仓库，最重要的仓库。我们看到那个记录里面，大量的中国瓷器先送到台湾，就送到台南了。再送到他的总部在这里，在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送到这里。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台南的大元商馆，货物往这边送，瓷器就是中间大宗货物，
那瓷器送来，欧洲是非常爱这个东西的，欧洲人始终搞不清楚中国瓷器到底怎么做的，始终搞不清楚啊，大家都猜那是怎么做的，用一战的壳，然后把那个什么打谁弄了半天，就是搞不出来啊。他们一直到18世纪中期都还很困难啊，所以中国瓷器到了这个欧洲，不用说欧洲，到了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人民是很惊讶的，怎么会有一种东西白度这么高，硬度这么高，这么好用，这你不能想象啊，这瓷器就往外卖，当时就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种中国产品啊。那我们刚才说这啤酒的卖什么，就卖这个东西啊，专门就卖中国瓷器啊，瓷器又重，一箱一箱的放在那个货船的底下压舱用。这个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就会跟下午第二场这个于老师他讲的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因为荷兰他们的绘画作品里面不断的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反映的不只是高级的瓷器，也反映了一种东方的情调，东方的趣味，居然就是靠这些瓷器反映出来啊。这个像这个在他们进化里面都是啊，这个就变态了，这个。葡萄牙居然把它拿回去的东西怎么样？你收在柜子里，谁知道你有啊？对吧？那还要到厨房去看？不用不用，我们直接把它挂在天花板上，把它天花。这个是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哦，对，过去一个宫殿，它的宫殿上面啊，这个自泼式的天花板上，他就把所有拿得到的瓷盘都把它镶在墙上，所以你一抬头就会。哦，好多瓷盘了，这年代还是早晚都有哎，这里面可以找到嘉靖时期的，哦，还在这正德的都有，哦，正德还有几件，大家可以到正德年间，哦，一直到大概清中期左右，哦，它那个盘子是用一个爪钉啊，三个勾住，在后面两勾，然后这样，哦，所以你走过这天花板会觉得很恐怖，其实。我们真不了解，那不就是个盘子吗？很稀罕，这个东西是在当时是非常贵的啊，这个非常贵，非常受到欢迎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它的这个瓷器啊，不只是消费啊，不只是欣赏，也慢慢的进入了这个当事人的生活里面。茶的这个出现也伴随着陶瓷，为什么？你茶出去以后，带出去是什么？茶具啊，杯子、碗、咖啡杯。茶杯，我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画，它西方油画画的很准的，这外面还是咖啡色，有没有？里面是有花的，还有一个层盘，这叫我们叫巴达维亚卡，巴达维亚杯，荷兰东印度公司卖很多，专门卖这种酱釉的、青花的，这个一套一套的这个杯，这样拿去卖。像这种啊，都变成了西方重要的这个品味啊。我们说，在他们的艺术里面啊，大量的在大概17世纪、18世纪啊，拿这个中国瓷器来装饰他们的橱柜啊、壁橱，装饰他们的生活的这个必需品啊，装成用器、陈设用器。中国瓷器啊，就透过我们刚才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的卖到欧洲去啊，卖到消费地区。啊，景德镇啊，那个就很热闹，专门卖这个，专门做这个，好像这个，那一套一套的，啊，这到最后中国人知道，哦，你们要这个，好好好，就是这一种，有没有？它是一个瓶子，一个乌饰瓶，一个这个将军冠，这叫将军冠呢，像一个士兵戴的一个头盔，有没有？啊，然后像一组一组的，像一组的卖出去，啊，一组一组卖出去。好，我们现在看几个案例啊。这个经常我们看 Discovery 或者报章都有沉船啊。对，沉船上挖到会挖到什么？如果是当时这些西方的沉船，你会找到什么？就是找他货船里面的瓷器。啊，这是沉没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的一条1600沉没的沉船，叫 San Diego 号。这条船上瓷器就是西班牙人弄到的中国的瓷器。大量的陶罐冒用，好，看这个，
都是景德镇咬的，不是什么漳州什么福建什么这个自冷咬口，最高级的景德镇，最高级。啊，这个是另外一条船，这个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这条船是沉没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这个导致大家要回欧洲要回家的时候都在这边补给淡水，但是葡萄牙人也会在那边补给淡水，荷兰人也会在那边补给淡水。啊，你进去以后补给完淡水以后，有没有一出港就对打？啊，一出港就大家互殴，然后他就被打死。哦，打成那个东西就多了，因为他是要回家的船，所以他带的是大量的高级补给品，都要回家拍卖。这都是非常荷兰人。如果是以这条船的年代是1613年，这时候他还没有占东部台湾，他这个时候应该还在东南亚，像巴达维亚这一带。或者在大宁啊这一带向中国货物啊，这是另外一条在越南中部地区沉没的这一条，这应该算中式帆船啊，叫头洞号沉船。这条沉船年代再晚一点，1690年，他卖的东西都是定做的啊，这种飞机啊，大量的这些飞机。好，我们讲到这边啊，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回扣到像这样的历史事实里面背后是什么？瓷器的生产，谁来生产？景德镇。让我们很惊讶的是，景德镇啊，居然成为了当时明代晚期以后全中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地。你说全国其他地方有没有生产瓷器？有啦，但是都不足以跟景德镇比啊，它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国内市场瓷器的主要销售地，就好像我们至于我们台湾的京都这样。全镇就是专门就是做瓷器，它有好的原料、好的工人、好的粘土、它烧出来的瓷器啊，不只是应付国内市场，也有国外市场、那个量就很大了、这个是景德镇它的地点在这里，所以荷兰人他们都听中国商人讲，就是说这个瓷器啊是在内地一个地方叫胶州的地方、荷兰人就很老老实实啊，就叫胶州，哪里？饶州府啊，就是今天的江西啊，全镇饶州府啊，全镇就是生产瓷器、卖瓷器、烧瓷器啊。但明代晚期最热闹的时候是国内也要，国外也要。当时的文人讲，你的镇那状况每天在干什么呢？说万曲之声音笛啊，然后什么意思？什么叫万曲？粉碎瓷土那个。碾子的声音啊，是啊、然后呢，烧窑，全身烧窑都有烟通，烧的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那这个叫四时雷电阵，你看他那个每天卖啊、烧啊、剁啊，然后把它抬走啊，荷兰人呢，还有他们有那个大使要到北京去朝贡，就说这个热闹到每一条经过这个昌江南河的船啊。那个商人呢，都不断的把那个烧好的堆到船里面去，往外送，忙得要。那荷兰人就觉得，哦，我也要，不行，你不行啊，你没有讲清楚之前不行啊。啊，你看，那做最主要的瓷器就是这个青花瓷啊，青花瓷，就青花瓷是最大宗的。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青花瓷，这就是最大宗的国内国外的销售的产品啊，这个青花。它是一种高温的瓷器，在透明釉底下用钴料来画花纹，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师傅在画，就是当时的瓷器，一个个碗，长台的这样，师傅就是画上面的纹饰，画完以后再拿去烧，画就拿钴料，那个钴料它灰蓝色，就原料啊，烧完就变成蓝紫色的，很漂亮，有没有？这样子画上那个纹饰。画上去以后，烧出来就是这样，很漂亮的这个蓝色啊，很漂亮的蓝色。这个我们叫青花，青花它的全名应该叫做高温釉下钴染彩绘，用钴料化，钴料化。这种瓷器啊，大概在元代以后，变得非常流行，变得非常流行。我们说。像这样子的这个蓝色啊，
它是白地蓝花的一种绘画型的装饰效果。大概进入元代以后，整个中国市场上开始流行，行吗？哦，那你说全国国内还有哪一家打得过这个几德镇？没有了，没有，没有好的物料，没有好的瓷土，也是做不出这种瓷器来。好、哦，那个我们看一下啊，你看胎子啊，先烧好，烧的素胎子，胎子上面呢再用钴蓝的色料啊画画那个画，啊，那钴料很贵的，啊，元代都还是用进口钴料，进口就从这个西亚喀山那边进的波斯料，啊，这个料子啊，煅烧以后画，这个画法大概就跟中国的，所以在我们看元代的时候。中国绘画跟陶瓷艺术是结合的，这些画工啊，它都是有绘画的根基的，绘画基础的，哦，你画出来的那个它那个笔法就融合了绘画的笔法，还有钴料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涂布的方式。好，涂完以后再喷上一层透明釉，那再来喷一点，那透明釉啊，没有烧的时候灰，啊，灰白灰白的，再活活一层就好。烧，然后拿去高温烧成，烧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瓷花。那这种瓷器啊，就变成最重要的一种中国内销外销的瓷器类。那外销只说外销哦，外销中国人后来发现老外喜欢有一种爱，我觉得这种，但是内销就没有，内销在国内不销售，叫做克拉克。哎，这个名字大家看过？当然那条船就是对，荷兰人也搞不清楚，他们去打葡萄牙的船抢来的，叫什么名字？就叫那个名字吧，就是这个，就是这种，那啊不会动，就是这个 rock。所以最早的这个瓷器啊，外销中国就叫 crack， 叫 crack porcelain。为什么叫 crack？ 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是荷兰人抢了葡萄牙的船，把那个船的货拿回，直接拿回阿姆斯特丹拍卖，然后赚很大，很高兴。我们下次就再抢这种，再抢这种，买也可以，不管，只要不择手段。荷兰人初期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贸易行为，基本上只是用不择手段的行为，能抢就抢，能买就买，反正横竖它都是要就对了。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crack 是没有声音，有没有？因为没有瓷器很容易碎掉，这我就不好讲。这两种都有人说，所以说这种瓷器啊，在明代晚期，从今天学界的这个考证来看，它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嘉靖晚期，隆庆到万历初年，大概是1560年代到15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外销。这种瓷器啊，它在国外啊是卖的非常好，就是国外销售，国外销售。那我们说关键在哪里？它那个我们中文就不叫克拉克瓷了，至少中国的概念里面我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叫什么？景帝开光纹青花瓷，最重点是开光这两个字。后来啊，这个瓷器最关键是这个了，它要一格一格的开一个窗，叫开光。很热闹的一个盘子里面，它一个个窗，那每一个窗子呢，都去画一个中国典型的纹饰，花草啊、打宝啊、这个绫罗伞盖啊，然后中间呢再画一个主要的纹饰，画什么都可以。这个中国人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太好弄了，我们只要把它都打上格子以后，里面什么老虎、大象随便画啊，老外不是很懂啊。然后中间填再填什么织锦的纹饰，还有坠饰啊，像中国结的样子，这个。然后这边呢是中，所以我们叫锦地开光啊，就是它，你看它是一种非常东方的情调的东西，可是我们自己不用的啦啊，东方情调什么？中国的题材啊，而且很热闹哦，这一个盘子你买到赚到哦，你买到你就会有好几种纹饰。你就好几种，中间一个大的然后旁边附属的也是中国的纹饰都是你买一个就全部都有了，是吧？人生就变成彩色的，真好。这种就卖死了，到处卖
我们今天看到目前全世界考古出土美洲都有，非洲、亚洲地区各国，从日本一直到东南亚，这是它北极没有了，这种瓷器到处，就你像这种发掘资料出土，比如说像美洲地区，它的这个 colonial period 就是它的殖民地时期，就是西班牙占据时期，那一层挖下去都是这个东西。在下面呢，就是印第安时期啊，可以看到，到上面有非洲的各地、亚洲、东南亚、西亚地区全部都有，就是这种专门卖这个，叫克拉克。日本人有一种说法，日本人叫芙蓉手，是一样的东西啊，日本人也喜欢，像这种。这种瓷器啊，到欧洲以后就变成一种东方的象征，一种东方趣味的象征。所以我们看啊，像这样的盘子，这种盘子是吧？对，基本上是，其实你仔细讲，这里一点没什么创意，有没有？它的创意都在那个格子里面。那一个窗子里面仔细看，你大概也只能画这些，要不然你要画什么呢？最常见的鹿，有没有？瑞鹿，这个嘉靖以来的风格，所以它这个里面的纹饰我们常见，可是它比较特殊的是它这种分格、分窗的这种概念，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中国人当时的审美观里面根本这种东西是非常奇怪的，所以荷兰人就那个中国的商人都跟荷兰人讲得很清楚，就到台湾来的，我跟你讲，我今天卖给你你要买你如果不买的话，我带回去是卖不出去，我就亏钱，所以我明年也不会来。你看他恐吓他，怎么样？你要买荷兰就只好说好。就荷兰一打开以后，下面都是坏的，所以我这个记录上也有荷兰就气得要。所以看，他专门就是给这个外人卖，买自己不大用。你看，而且这种开光的方式，从盘子、瓶子、罐子随便你用有没有？这是盘形的。中间一个主要的圈圈，旁边都是一台窗子这是钻头顶，有没有这个是长颈瓶，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分割一块一块，完全没有创意可言，有没有？然后这边呢是菱形的大的开光，里面画一个狮子随便你爱画什么都可以旁边的怎么样？这是呢，这个也是类似如意形开光中间画一个很恐怖的树。有没有那个树还是那种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藤井啊，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我们都喜欢把那个树拿来用铁丝把它捆起来，让它长，有没有？长了20年还是那么大，就是那种，是在嘉靖时期的官窑里面常见，而且那个还要把它弄得像寿字形的，有没有？不知道西班牙人看了心里作何感想啊？这都是圣地亚哥号的。所以这些东西到了欧洲以后，它变成一种东方趣味的象征。我们今天在西洋的艺术史里面，等会儿李老师会跟大家说到就是说在那种荷兰的静物画里面，这种写实的静物画，你经常可以看到克拉克，一认就认出来，有没有？我们就看这张，它的哪一种？超级没创意的，有没有？大部分看大家都熟了，就这样嘛，你就这点创意有没有？奇怪的袍子旁边还这样，有没有疯掉的袍子？他假装他是向日葵，有没有？这也是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有没有？然后弄个伞，然后弄个就随便了中间弄一个坠饰在旁边，硬币，看看有没有这个框框里面那个桃子来了，有没有？那奇怪的花，是吧？这还是硬币。这一看，那年代大概那17世纪初的上限大概到16世纪90年代还是，像这种呢，它这个里面东西多了，死掉的鸽子葡萄这个欧洲生产，这是野柚桃这个欧洲的，这他们荷兰，他们在莱茵河地区烧的这个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这个最厉害，这一看就可以看出年代。你们这有个宾士的那个文字，有没有？这个是17世纪初的17世纪第一个四分级的东西。分格，看又是分格。然后最后看真的是，你看有没有？
交易啊，这我就好随便啊。而且这种圆，这种是圆弧形开光的啊，这个是圆开光的，这都是典型的17世纪初的外销类型的咖啡。东印度公司这个东西买了好多啊，这种，这种是景地比较大的开光啊，像这样有没有？它的景地纹很大很大的，很大的，然后中间还是开光，然后还是开光，开光上放了花草，啊，这一张啊，这里面什么都有，这种，这等会我讲这张，刘老师也会讲到吧？不会吧？这种东方趣味公司在亚洲水域或亚洲的贸易点里面找到很多，我看这里面好多奇怪的情调，有没有？这什么鱼啊？这剥皮鱼吧？这海马、贝壳，哇、哦，真好，这种感觉。哎呀，这个是吧？这个就是啊，这你看，这是一种这个社会上的那种消费品味。有没有开光？好，有没有？很像啊，有没有？开光的模式是中间有一个饰板，上面有一个坠饰的盖，然后这边是一个有两个耳朵的瓶，有没有？然后这边是一种几何的线纹，有没有？真的是，就是它，就是它，这花有点不一样了。不过这种杯子生产量很大，这种长高的杯，这中国不会用这个，我们拿这要干嘛？你要喝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喝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这种东西，因为中国的餐饮习俗里面，我们没有这种模式。但是这是外销，这是外销，这个是非常的典型的案例。像这种就是进口，这是荷兰式的，这种大折沿的碗啊，它的沿很宽，像这样，有没有？这件就是这一种，有没有？你看这边这个弧度就是，它这个都不是中国的，这应该算汤碗吧？所以它的那个折沿的部分是要放一个大的汤匙，没有木汤匙，你知道？我们中国喝汤根本不用这一种，这个、外号叫钢盔碗，很像荷兰人的钢盔。这个这做，你知道在国内销售，大概大家拿白眼看你吧，人家怎么卖呀、啊？不可能啊，这个是外销。这种碗，哎，一定还有东西，不可能是没有。那这一件，这一件就是这一件，这一件，这是这个是荷兰这一区里面常见的定做的商品，有大的折沿碗，你看这还是圆开光的。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17世纪初级的贸易货物。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克拉克什的标本。这是典型的这个克拉克瓷，这个瓷盘呢大小都有，这一种大概20公分，大的会有50公分，50就很大了，超级大盘，50、60的都看过，那个都是往西亚地区销售，他的观点好了，这我们看，对，克拉克瓷最没有创意的地方就是他一下就被人家看透了，有没有？你就开个窗子嘛，对不对？对，你开个窗子啊，然后画什么呢？疯掉的桃子，对，一定是这个，那真的没有什么创意，然后一定我要不然就蕉叶、胆、滑盖啊、书卷，反正就这几种，
中间呢紧闭，紧闭为，我看有没有找到。好，它这一开始是吧？那中间就是画花鸟，这花呢也没什么创意啊，这是一个牡丹，旁边就是一只鸟。啊，有时候这鸟会换成什么羊啊、鹿啊，换成鹿也可以。好，我们看这个，哎，这跟刚才看的重点是什么？翻过来，翻过来很关键。你的这鸟啊，它的切足啊，这个切足非常细。你从别福建地区的产品来看，那这个切足都非常粗糙，锦泽镇切足最漂亮。好看。我看到这个边，你在上釉组上，通常上釉盘子中的釉缸你再拿出来，为什么它的釉不会跑过去啊？锦泽镇做手之细啊，做工之细啊，他专门有个师傅就切。切足釉啊，切湿釉后的，所以你看它的釉，你看它这个蓝的地方啊，有没有到这个边上的？这个不是拿手去拿那个海绵去擦的，不是，就是切过一刀以后，现在，哦，你看它的这个做工之细，上完釉还专门有一个师傅是把那个圈足最下面那一只脚啊。切过，所以这边啊，你看这个白的地方啊，这边有釉，啊，釉子到那个蓝的地方就结束了，啊，只有锦泽镇才有这种技术，或者是有这种要求的，啊，那他这个，这个拉胚成型以后啊，还会去那个上面还是会有压这个磨印的花纹，所以他那个边你仔细看，这个边不是单纯的圆边，是花口边，这边是花口。花口，然后我们都说它放在窑里烧啊，还有这个窑砂会沾啊，有时候会沾，有一点但不会多，像这边还是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这个它这个切边呢、啊，那我们这样看，大家只能示意而已，啊，那我这边翻过来都可以看到，这釉是里面都上，怎么样？这个釉现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啊，啊，这个大，啊，对，嗯。你现在很多呢，后来这个最近这个又很流行，你觉得现在又一堆人开始做，我想这也是一种现象，所以这种文化在传播的现象，中国以前都很喜欢这种东西，啊，这种盘子在中国出土都只有在墓葬里面出一点盘点，是吧？去弄墙壁呀、啊，把它弄成这个二丁挂一样，就拿，而且都拿烧坏的，因为中国人不要这个。这几年呢，这个又不一样，大家有所不知。好，所以你看，我们看这边，你看，我们说它接收的是这些在其他的窑厂都是没有的。好，这种瓷器啊，我们说这种克拉克瓷，不是只有中国人生产，后来这种太流行了以后，连日本人都开始仿。啊，日本人的北卷瓷器也仿这种克拉克，仿得很像。啊，因为日本瓷器的这个。生产是也在某一段时间很好，所以日本人也仿这种克拉克。那不只是日本人仿，连荷兰人都仿，荷兰人自己也仿，但是他做出瓷器，他是齐白釉的仿克拉克的陶器。这种仿已经仿到什么？波斯人也仿，最厉害是墨西哥人、印第安人都仿。好、哦，印第安人做的也很漂亮啊、他们叫 Pueblo， 也是这种的。好，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好，谢谢。
我还有五分钟呢，有没有人问？对对对，那我还留了几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结束啊，结束啊，那有什么问题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五分钟，怎么样？好，来，那就刚才拍手就是真的啊。哦，我们谢谢卢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那接下来是12:05开始是我们的午餐休息时间，然后下半场是1点钟准时开始。那各位可以就是凭手上的餐券去外面的服务台里面。各位学员，不好意思，因为进班还没有来，所以请大家再稍等一下。但是现在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对。
谢谢。